或者是非常追求那种匠人精神啊，或者是复杂工业啊，同时又要具备典雅华丽的腕表，欢迎走进江诗丹顿。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你的符合你心目中的需求，甚至会超越你的期待。对我来说，我一直是一个喜欢经典的，我觉得江诗丹顿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牌。然后再来讲到它制表的工艺 是非常高超、非常极致的。对，这是我对江诗丹顿这个品牌的感觉。尤其是婚姻开始有一段时间，是我觉得爱情的仪式感，很重要。仪式感很重要。那如果可以佩戴对表，情人戴上对表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先看看我手上这一只，我们今天刚好是对表，对不对 ？Traditional 啊，陀飞轮腕表，经典、优雅，然后又可以做搭配。你看我的正面，我的侧面，有没有？将近300多颗的钻石，真的，深深的恩爱有没有？先生们，让你的女伴配上这一支，一起做搭配，对，让你的生活呢，每一个时光都是闪耀。嗨，各位明朝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孝全，我是天心，里外都兼具了。我说的外就是它的漂亮的外形，有没有？这个钻石闪闪惹人爱。然后又有内涵，就是我喜欢江诗丹顿它的复杂的工艺、匠人的精神。像你刚光看我这个表盘上面，它里面的这个万年历的设计，我就非常喜欢，就具有功能性，就是又有漂亮的外表，然后又有丰富的内涵，非常经典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Overseas 的系列，然后当然我觉得裸空陀飞轮这个就是，其实在腕表上面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很高超的工艺技术。对，那对我来说，其实我自己也还没有有一只陀飞轮的手表。那对我来说，我觉得 Overseas 它就是一个可以正装可以运动的，对，就是很适合我的，我自己很喜欢啦。对，天马行空，天马行空，天马行空，增加功能，居然已经做得好，已经很完美了耶，很完美。江诗丹顿，我真的觉得太完美了。我在想，对呀、啊，已经真的我无懈可击。就是那如果讲到天马行空，如果它可以回到过去或是未来，这样子，比如说我先到未来。去看到乐透号码头奖，然后再回来告诉自己，这样签下去，这样子，这功能还不错吧？不错，很好，还可以哈，很好。嗯，孝全换你。哦，那我装麻醉针好了。为什么？就我不知道，突然想不到。我觉得如果儿子在欢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就是麻醉了。对，然后他就再帮我设计几个弹夹，就是我怕发一发就没了，就是多给我几发，我可以换弹夹的，就是应该用得到。不会射儿子，我绝对不会射他，我不会射他，我射不了。对。